一片片红润油亮的肉干在烤炉内旋转，再过几分钟，香脆可口的美味肉干就要出炉。我们最自豪最骄傲的就是我们家的肉干，我们是采用前腿跟后腿的黄金比例。为什么选用前腿跟后腿呢？因为前腿比较 Q 弹，后腿比较软嫩，所以我们用黄金比例的方式把它做成我们的猪肉干。而且我们是严选台湾安心猪，可以消费者非常安心的食用。一块好吃的水果起司肉干可不能少了果干的点缀。来到负责果干的工厂，工作人员正准备进厂房制作这令人齿颊留香的创意肉干。从台湾各地来的新鲜水果干，就是这个起司肉干能够清爽不油腻的关键。为了让水果的甜味、起司的奶味和肉片的咸味三者能够在口中融洽共存，阿天师可是下了不少心力才找出这些完美搭配。水果可以解油腻，众所皆知，那肉干它是很好的休闲的肉干的食品，但是它吃久了会觉得腻，会油会腻，那我一直想怎么去克服呢？我也尝试过很多种的方式，最后选择了水果天然的水果果干，跟它两者加在一起，那就是最好的解油腻又不失营养健康。我喜欢柠檬跟苹果的这两个口味，柠檬本来就是我喜欢的水果，它跟肉干结合在一起呢，竟然呢那个口味是非常非常的美妙的，因为它有一点点酸，它刚好呢解了肉干的一点腻，吃起来非常的爽口，也非常的顺口，非常好吃。那至于苹果呢，它除了有苹果的甜味呢，最重要是它还保留了苹果的香气，所以吃起来会让你觉得满口都是苹果的香味，非常非常的顺，也非常非常的爽口，这两种口味我非常的喜欢。吃的好吃是基本功夫，看起来好吃是真功夫，让你想起来就口水直流，美味好吃的是最高境界，也是阿天师许你一生的梦。阿天师手作肉干，周大新美食网站。